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萌叔。接下来我们做一些智能骨骼，来给这个角色添加一些预设。眼睛这里呢，我们现在就分开做，方便之后两个眼睛做一些不同的表情。那眼睛这里呢，我们绘制的时候是直接反转的图层，那现在再去做智能骨骼的时候，同样的操作，图形变换，我们就可以用复制粘贴的方式去做，包括手臂和腿的弯曲也是一样的。两只眼睛我们分别做了智能骨骼之后，我们可以合并到同一个智能骨骼上，这样既可以分开眨眼，也可以做单只眼睛的眨眼。
现在我们做一个手臂纵伸的效果。点骨骼放大的话，我们按住 Ctrl 再去拖动鼠标，就是放大这根骨骼。那在上面的工具栏去修改缩放的数值也是可以的。然后肩部我们再去做一个修改。
基本的预设就已经做完了。